夫人请放心，夫人路上小心。好了，你留下来照看大司空府。是，我的夫人，这下你称心如意了。走，咱们围猎去。 宇文护看得那么简单，他跟着咱们无非是想看看面纱下的人是不是真的。其他地方宇文护也不会放过。你是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就看出破绽的，对不对？那就看你怎么配合了。怎么配合？要不要比比看谁的马快？撤！你是说？他们想跑，我们一追就会暴露身份，怎么办？蠢货，他早就知道咱们是谁了，分头追。 一定要看看那戴帽子是谁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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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看来宇文邕是想尽办法要把高长恭送出长安城了。主上，以属下猜测，这大司空的计策远不止于此。恐怕上山打猎与后门小轿都是声东击西，高长恭恐怕还在府中。宇文邕，没你想的那么蠢，可是寡人也没有四弟想的那么蠢。主上是要准备行动了？也说不上要行动。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跟寡人作对，绝无好处。传令下去，所有的人按照原来的部署，坚守城门。青锁，能坚持吗？不妨，这样跑一跑。 反而痛快。鱼。
前面就是去平阳镇的路了，我只能送你到这里。记住，如果高长恭不能按照约定去找你的话，不会的。青素，照顾好自己。去吧。哎，记住，你曾是我大司空府的人，要是高长恭敢欺负你的话，你一定告诉我。不管怎样。 我都会把你接回来。嗯，不过，你应该不想让我把你接回来做测试。宇文邕，我不是讨厌你，故意与你作对。我心里知道，你对我好，我也……好了，好听的话说给他听去吧，赶紧走。宇文邕。 逗你的，你这个包袱总算被我丢出去了，还不快走，晚了就走不了了。啊，千万不要跟爷奶在一起，他有很多阴谋。怎么，你妒忌啊？你妒忌也管不了我了。快走吧，高长恭还在等你呢。主上，他们来了。来得好快，青松，快走。